脑控直接开球。Oh no！ 完了，你们这个手术失败了。好，哎，我考察个人秀来了，兄弟们。想跟别人说心里话哈，对不起。那帮我直接来中吧，我有大了，你们帮我打个勾就赔我，我可以保你们。我死了，我死了，没大出来，被包围了。来，是被撞到了，撞的撞的。能一波吗？好像可以啊。那去中一波。来，中一波，看我唱个技术。我中了，中了。我要被小兵打死。大家有刷到杀人数吗？你有杀到人吗？杀到两个人。那你比我 AD 还厉害。欧拉夫被掉了，帮了蜘蛛，奇怪，还有跟我比干嘛？比英雄的，还比跟你比英雄的，刚开你家猫，我们把这帮的重任加强了是吧？是吧？加强加强，你不会要重任飞机了？是重任啊，你放过飞机吧，英雄。什么？那我带什么？征服者，征服者个屁啊！肯定要带重任啊！是，大家只看得到你的召唤使命，还有语音。你说对面玩女枪，我玩啥是吗？玩啥 ？EZ 啊，兄弟们。强哥，你 EZ 41.4。啥？对啊，我拿女枪啊，这里有女枪，我怎么不能？你要拿女枪就拿吧。你不想拿吗？你是很不想拿？我是，你要拿拿拿拿。本来就没几个英雄，是吧？给两个英雄还得说对你。欢迎来到德莱联盟。强哥，兄弟们。哇！太会玩。哇！人家锤石。德莱文确实挺红。是吧？这把可以不带点人，压根就不可能杀的，完全不是对手。你也会有今天。我出骑士，要不我也出一个。我给。你要给飞机吗？我给飞机吧。有点共识吧，快点点塔。快点。别刷了，魏翔，知道你没杀过人。操！哎，等林魏翔死就好了。飞哥刷死。决赛。哎呀，刷的真爽啊，这把。狼心，今天如果输了，我没有输，狼心已经被我虐了。输了只应该是上路的杀。那你想玩什么？今天都行，是不是？我突袭了。那你有觉得他什么玩特别好吗？他有可能不关注于一抢若愚哦。你就拿这个吗？天上比较稳定，比较稳定，对。妹子的强风四打五呀，四打五的队友过来，就想让他吸。一共13的鳄鱼快十六的。70刀鳄鱼130刀，我吐了。兵，士兵，然后再摸死一次。林伟超的秒秒看得出来，女枪直接被秒了。兵，我有秒秒。我也怎么办吧？泰坦这种英雄技能怎么躲呀？应该被你成大海无量，赚了。对啊。抢什么？抢竹头还是抢？那我们抢也可以抢黄子。哎，我们抢黄子也可以啊，看你们。那抢黄子还抢竹头？哎，看他们帮不帮兰博吧，怎么样？我们是先帮你再说啥？干啥？你更喜欢？我想玩竹头。那就帮黄子吧。帮黄子，因为有骷髅，所以不好玩黄子。该让这边打。我们选，我们选。我先跟你们说一下，我要被小吴暴打了，然后我 time 了。小吴就是春季赛第一中路，大家都没有意见吗？有意见，要是你才行。他们有可能要换线，重新上。有可能，他给你看就有可能换线。他在我换线了，进入他们要换线，我们要换吗？把裤脚，把裤脚，把裤脚。因为我刚好遇见你，刚好遇见。我这波很大一波边线进塔，如果在下路打的话，我动不了。我在，我 OK 看，我在下路能全进，全进了，下路全进了。动不了，动不了。我现在能靠，我现在能靠。没有，因为进攻换线了，我等一下换吗？可以换，要换了。如果你要换的话，我跑不了下路野区，等会要发育。那我先不换，我先不换，我先看你小心，我先看你小心。就别冲吧，就先点塔，先点塔。点塔，点塔，点塔，塔点，把塔点。有打辅助的玩家可能就明白小心。哎，直接开了！我这波是直接想要打伤害，加油！两边双六，大招打到。
直播时间完美控制连让林伟翔再添一个人头，那这样的话下路这个德莱文的一个线上是完全没有优势。连我一气，这个大这边的顶要交给谁？漂亮，顶被挡住了。但是后续队友跟我来勾了一下，勾到了在这里，泰坦大哥给到了兰博，两个兰博 kill。犹豫即是死亡。这里可能要爆发一波5v5的团战了，而且这波大招被特别先砍起来。哎呦，这个女生的大招找到非常完美，闪电火焰砸死了，不打有一非常的凶猛，不错，但是老姐要被秒了。对面这边刷新自己的大招，对面这波非常的强壮，4打5呀，4打5都打成这样了吗？这波有点无敌，巴布拉要打，勾了一下鳄鱼，鳄鱼还是比较弱的，直接这边控制了。MF 飞脸配合兰博的大招伤害很高，这个秒砍，但是老姐已经被秒了 ，MF 还没死，看被恐惧了一下，昨天来这场大招。蓝波被抓掉，这波爆炸的拉扯太漂亮了。不过这里面粉丝数空间还有吗？反正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但是直接被突脸，那个在大招直接挖死。方布拉斯2-0，延续了自己在春节后的强势。